哦，啊，你等下陪我去做个工啊？他刚才性骚扰别人被抓进去了。你性骚扰谁？哎、欸，不是不是不是啊，我没有啊，我只是跟他说我帽子掉了。性骚扰那个餐车老板啊？那我在门口等你们。性骚扰别人，好好讲话吧。我只是不知道帽子怎么剪。等下，我等下过去，在你啊。我在他了，没事没事，他坐后车厢了。他已经后车厢了。哎，要赶快离开这里，因为我觉得这里有点恐怖。那个局长撞人，还把他讲成对方的错，哎，他说对方酒驾。哇，他好会讲哦，他是 LBJ 吧？吧，我们就随便走吧。好吧，好吧，好吧，小了，干你呀、啊！嗯，好吧，是不是太凶了？对不起，对不起。哎、欸，大家等一下有没有什么想法想做啊？商人什么都可以做啊！走啊，商人爱爱啊，我们去等下跑毒啊，要不要？毒品吗？对啊。欸，能不开就别开呢，现在拿大枪的都在呢，会拿的啦。看你捏啊，怕高变北七的呵。我们就两两一组吧。啊，那个4090可以换。啊，我先洗个碗啊。TND 买 CPU 好不好？不想用他的显卡。谢谢啊，谢谢啊。那今天有工作吗？啊！我脾气很差。啊？你生气哦？笑死！算了算了算了，不消费不消费啊！你要抵制。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问我是不是硬的、欸。我们调一下时空东西啊。调一下时空东西。我是说我是硬的。哦。嗯。是。不知道刚刚是怎样煮电脑了是不是啊？怎么在跟你讲电脑的东西啊？哎、欸，我在。啊，没有，他问我那个是不是硬的啊？有没有什么排斥的啊？我就问，顺便问一下那个电脑。好好好，啊、我走心了、喔，我走心了、喔，走就走啊，说走就走。啊，我懂，我懂，这个我知道，我知道，要速度。不要回讯息吗？哎呦，哦啊，嘿嘿嘿嘿，早安啦、啊！哇操，他回我哎、欸，哇，这医生也是拼命啊！哎呦，啊那个小宝，哦，我现在头好痛哦，我不太想回他讯息、欸，好痛哦，哦，算了，我回一下阿强讯息啊、哦。怕他觉得我没看到，那个23冒号01已读，已读。啊，有些问题真的是，刚我不知道怎么，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哎。认识久了啊，反正说不出口。算了，他没有共识啊，就没有理念。
没有理念就走开了。安安啊，那个挖矿没有经验的姐姐啊，晚安啊。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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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人物的经验被装备的上面的修补吃掉。干，然后我他妈有跟陆羽讲，然后啊陆羽就说，哎，他现在知道了啦，然后说他妈我10分钟前是不是有讲？我说是不是他妈那个经验被修补吃掉了？哎，都不讲，都不跟你姐姐讲啊，你没败嘛？啊，你诺离没败嘛？都不讲。真的是哦，这就是传达错误啊！哎，你对，们都亏算了了经吧。验啊，但经验多才有用啊！什么东西啊？他们应该都做了吧？啊，我还在洗碗呢，我刚起床，今天跟流浪汉啊打架啊，抢棉被啊，所以昨天晚上有点睡不好。你养我上星期五可以坐你的车吗？啊？什么时候？星期五拳赛那天。拳赛那天要怎样？哎，我是要你的车，哦，可以啊，你你要不那台要？是要当那个主持台。哦，你说我那台啊？哎呀，要改什么颜对色对，吗？不用了，不不用。用啊，不用啊。对对，星期五你可能要9点多醒吧。OK 啦，OK 啦。麻烦你了。OK 的。废气你们都收了吗？我现在过去了，现在过去哦。你们去看一下吧。今天有谁在？我高富帅，高希娜，然后好邪那恶，个大伟啊，大伟在吗？还对有吧？校大伟长。在啊。哎呦，那应该有点料。我等一下再想一下要干嘛好，等我一下。我的有点料就是啊，我走去医院，送完晚餐，我要去睡了。哎呦，回讯息哎、欸，哎呦，急中生智，我等下呢，我要去。哦，他好棒哦！等，我要想要什么合理化？哦，你也常进医院吗？领奖。这张抛出去会不会怪怪的哎，你们到了吗？我到了，我在收了。啊，不搞一步。这还出有去人要好做吗？怪哦，那个军火的。这出去好怪哦，看我是不是白搭？有收到军火工作证吗？有啊，我身上有。你要做吗？你要做给你啊。啊，慢点啊！好吧，你还有吗？还有吗？我还有刚收废弃的，哦，废弃的哈，那剩下有几张啊？我记下来。热车2张，多吊车3张。好。那张图应该要做清楚一点，什么
可能什么白什么癌症什么儿童的，他说叔叔你也常进医院吗？然后我抱着你他要哭，做投票票的吗？哎，不用，应该不用，我都抱着给你他吧。哭。那我都放酒吧吧。叔叔你也常进医院吗？就不要那个军火工作证就可以了。叔叔你也常进医院吗？看，我在想，我是做一堆梗图哎，然后说不知道有没有，看应该可以合理化的使用吧，看一下，看一下我的梗图还想换车啊？你不是也一样？因为我想说过来看一下，他到底有没有人停？他不会在那边租房子吧？等下。我感觉今天我有机会进医院嘞。阿爸，你在酒吧吗？是。好。哒啦哒啦哒。不康不。傻眼，傻傻小眼啊！有机会找医生的，找卢医生的。干他妈，什么这种我不用去找他，我都会自己去找他哦。我他妈真的觉得我没干嘛啊，我角色就过去了，而且是那种被动式，你知道吗？那种这里的医院有一种魔力啊。我很常去医院啊，不知道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感觉我真的觉得去医院真的超白痴。看每次去医院，哦，好痛哦，每次演那种，哎呦，要死不死的。你说医护，人家医护演那么认真，我还要那个，我以为我是蒋勋呢，在那边演倒地哎，看。要演受伤，真是好难演哦，增进感情哦。哎呦，我头很痛哦，看我最不会演这种东西了。有那么远吗？应该没有那么远吧。找一下。你要不要来看我这边这个筒子啊？我觉得这筒子很诡异呢。谁声音啊？增进感情，到底要增进什么感情呢、啊？感人啊！先存个10万，改 turbo，算了，先改变速箱加引擎好。对啊，在上面的啦。前面没有音乐，我来切一点音乐，然后听个古典乐嘞。你是林雅还是高富帅？啊，我林雅啊，怎么了？啊，我没有，我在想会不会记错而已。哦，没有，我跟他长不一样，他比较那个比较比较像星星呐、啊。啊。哎、欸，你。看他脸，你认真看他的脸轮廓非常的深哦，跟星星一样了。哎呦，这样好我认了再注吧？意一下吧。啊？啊，我再看看吧，我没有哦。注意，我这光头就在想是谁，或哦。者只是看谁 A 什么车这样子。哦。哦。没事的。哎呦，多看几次就知道谁是谁了啊。哦，啊，他跟我穿衣那服的风格也不一如样。果这样说好，好像很久没有看过高富帅。诶，有，跟你讲，很，我很常看到他，他不是在监狱，就是去监狱的路上。
哦，不用怕，我哦，你是谁啊？你想他是不是？我再帮你联络他。没有了，没有了。哦，平常是在酒吧那边看，就在想那个是哪一个而已。哦，有时候看到你开那台厢型车嘛，然后我就知道你是谁。哎呦，但我只看到人，然后我就不知道。哦，那没办法、啊，那个，啊，我就刚好没头发啦，我只能这样讲啦。哦，啊，他也戴墨镜啊，我也戴墨镜啊。哎、欸，他应该不会穿吊嘎啦，我会穿吊嘎啦。哦。欸，我跟你讲，还有个很好认的哦，我超爱穿拖鞋。哦，那他呢？他是穿鞋子啊。哦。我通常都穿拖鞋啦，这样比较好认的。拖鞋应该很好认的。可以可以，我就用这个去认了。嗯。哦，没有。他退休了。其实每天打地盘很累耶，因为啊，你有需要用车啊？啊，你要跟我讲话吗？啊，对啊。怎么了吗？就我今天无聊去捡一些零件什么，去改一台车啊。我用过脚，看你要不要，有没有兴趣要？就哦，车牌追踪不到的。哦，你那个是没有车牌那个没有车主的车吗？拿去改了。哦，我现在暂时还用不到呢。用不到吗？没、嗯、啊，现在暂时用不到。啊，不然有需要我再跟你联络好不好？哦，或是你身边有没有需要，你可以跟他讲。好好好。哎、啊，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五月天啊。哦，五月天哦，哦，好、啊。我有遇到人，我再跟他讲一下，说你这边有。今天吧，因为不过今天应该我的脚拿走他，不然就我也不会用。哦，了解了解了解。对啊。没事。就引擎、钣金还有货轮都有了。哦，好啦，我再帮你问看哈。啊啊，我先走了，我几次啊？好，拜拜拜拜。拜拜。叫五月天。五月天是谁啊？我以为他是周全呢、欸，靠北啊！他们镇上有一份的人我都不认识，傻小啦。感觉警察好像在追人呢、欸。谁啊？不确定，往海边开啊。哦，你同事哦，哦，你同事很棒哎。你同事都很棒哎，都会有礼貌的打招呼。哎。哎、欸、呀、啊，你们三个，四个，你们四个在吗？怎么了吗？哦，你们工地有没有车？还是你们在干嘛？我有没有车？机车啦。哎、欸、呀，奥多麦得输啦。用行的啦。应该有。没有、啊。车有没有被偷走？无车呢？没有没有，我在工地啊，没有摩托车。啊，你开什么车上去？加路啦！哎、啊，你我跟你讲啦，我开我这台战车烈火战车去啦，对不？有啊，还有摩托车啦，在然后在你往后面找一点，那个员工那个工地的员工宿舍后面有一台摩托车，红色的。啊有啊，你有钥匙哦？啊，没有啊，我没有钥匙。那算了那算了。刚刚那台机车是我的。哦。没事没事没事，我就用我的典范开开看看好不好上车。
他的本意是叫我们用走的上这个钻剑，但是我们都直接哦可以开车呢，然后就哦大家都来开车，然后就哦嘿嘿嘿嘿嘿，哎呦，笑人呢，假固懒呢，要不要顺风车啊？不用不用，我不想要长大吃维骨力啊。哎，这我们最会开车的不在啊，改天我再跟你介绍一下我那个 homie 啊，大英啊，灵车啊，大英 homie 啊，开个雅居跟战车一样，我还以为我在玩弹珠台嘞。啊，不就跟白小姐差不多。不一样等级齁，不能相提并论齁。我不一样哦，一个是黑头，一个灵车，一个是战车，不一样好吗？欸，我要先厘清一下齁，等级的不同啦，你懂吗？你会拿那个什么神奇宝贝来比喻好了啦，你会拿神兽那个水晶去跟水晶龟比吗？那等级就差很多了嘛。啊，谁是水晶龟，谁是水军，你就自己想一下。可是水军被捕兽网捕起来了呢。那个水晶是垃圾啊。哦，懂了懂了。哦吼，你自己想一下，选择题啊，二选一啊，选错了就走了啊。你别搞我弄啊。没有啊，没有，我有停啊，我有停啊。正常是我不会停的啊，我会去医院接你啊。不要再开那台了啦。谁？我吗？杜拉太。酷哦，这台很好开耶，你不要。哪一台？哪一台？一台修旅车。哪？不是啊，叫什么名字啊？月光。月光，感月光很有料哎，感你卡小云啊。这轮胎都破了。我把它撞坏好了。你说威皮？哦，你说威皮哦，那台还好。我想说，你一说那个月光那个美式肌肉车嘞，看那个很有料哎。我觉得这台也好开耶。如果我们拿冲锋枪直接拉车门，就可以出 A 射了哎。直接一管直接塞在人家脸上。我去找一下一个点啊，我就找那个点看能不能。干嘛？你要跟我介绍那个点是不是？对啊，我找一下那个点。刚有个黑人金发探凶哎。啊？他想接一台跑车，然后他一直在路上蛇行看停车场，啊，结果我就一直跟着他，他不爽他直接顶我哎。对，黑人金发阿角啊。不啦，阿角是女的，我会讲女的，他男的。开他。我想啊，但追不到啊，这也太烂了。五星要被炸掉啊！所以今天有谁？就真的就是我们这几个啊？对啊，是啊。看，五哥也够了吧？对，哦，也是啊，也够了啦。老板还在吗？但是在啊。那你要上车吗？啊，你走，你走。你会怕、啊？哎呦，怎么对我开车的技术怎么没有自信呢？练一下身体啦。哦，那个不行啊！我跟你讲，我现在比较省力了，我省力省时，你懂吗？我没有，我趁现在冬天可以练的时候赶快练。妈的，夏天我就不爬。哦，夏天他更要练啊！夏天更要练啊，这样你东西才可以吃得多啊，因为你消耗热量多啊。啊，肌肉才长得快啊，你懂吧？赚钱的方式好像蛮有道理的哦。对啊，我跟你讲，冬天的时候就跑工地，夏天的时候就背着我跑工地。我靠，这么硬是不是？我也很累好吗？我顶个光头。顶个光头被太阳晒呢，你开车欸，你还没休克我就先晕了吧？你开车欸，我是说叫你背我上工地呢。
靠！我帮你遮阳欸，我是你的阳伞。它光头会反光啊，不用担心。对啦，你不用怕会被照到啦，我帮你挡太阳。我是你的伞。干，我宁愿背女的。好啊，那我找一个比较丑的给你背。先不要，先不要。我去那个啦，我去找那个医院有一个医生。他那个医院好多医生的。那个新医生是吗？新来的，他叫他也我跟你讲，我先跟你讲，我没有说他丑、哦，我没有说他丑、哦，我先消毒一下，我没有说他丑、哦，我是说你现在已经说他丑了，我没有说他丑了，靠北啊！你说他怎样？找那个我们那个韩医生啊，那个韩医生很有料呢，因为他长得很艺术是吗？等一下，韩医金吗？哎呀、啊，他不是金的啦，啊？很久的啦，耶。啊、很久了吗？对、哎，我看到四五天了。哦，好、哦。阿爸，你说他叫什么？韩英金啊。他叫韩英金的、啊，哦，那我想会会他。怎样？你想？你想看他多会韩？哎、欸，你攻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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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物化女性，你现在在暗示？我说他这不是这样吗？我刚刚他没有啊，丁教授，他很怎样？他说他很有料啊。对吧？我想看一下嘛。欸，人家医生很温柔呢，对不对？欸，老板，那台粉红色的是你的吗？对啊，我比较想认识那个啊，红瑞上次吓走的那个。吓倒？走吓走，不是吓倒吓走啊。我没有吓走人吧？有啊，那个啊，那个在毒品工厂那边那个啊。哦，那个白头发一类哦。啊，对，白粉的那个。他前有去那个、啊。酒吧那，你没看到啊？我有看到啊，我有看到。上前，我帮你搭讪了、啊。哈？哦，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靠自己就好了。你电话先给我，帮你问候他。自己就好。看你说什么 NMCJ 是不是？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欸。啊，你问候是 NMCJ 是不是？我也会啊。刚刚想说你好，我朋友喜欢你很久了。啊，你怎么？啊，你在那边啊？啊，你怎么在这边？啊？你说什么？靠北、啊！你北七哦，你孤儿哦，跳来冲他小啦！我在等你们哦，我也不知道干嘛。上车啊，上车啊！他妈太无聊哎、欸！啊，狗尾嘞！啊，你都做完了？羚羊呼叫狗尾。他叫你狗尾啊！把音乐关掉啊！都做完了，我在等你们，我也不知道干嘛。你没用完啊！我刚才不是跟你说我要载你啊，你又不相信我。没有啊，我说你没用完了。哦，我没有用完啊。我今天要做的还没用完啊。车子打不开就弄坏了、啊，没关系的啦。啊你好了、啊，差不多啊。不是，那我开另外一台就好了。我有哪一台呢？哪一台？哪一台？红色那台。我刚花1500修它呢。北七哦，浪费钱，有钱人。我跑一次的工地就没了，找到不要修。那你去修？那你干嘛不去修那台那个在红白那台有中弹的伤多少？我把它撞坏了。干你修那台撞小，不用修那台啊。哦，我把它拿去撞坏，也不要留给别人。那台很脆哦，不要修。哎、欸，这台没改，这台没改，很快。你要不要开开看啊？比你那台快。而且又不会滑，你要不要换车了、啊？这个时间点跑去医院，你一直在什么地方？你的马赛克怎么变这个颜色？欸，我发现高住宅区这个地方也有一台粉红色。对对，也有一台粉红色的，我有看到。我们在回来的路上，很下班、欸。所以这个是你的吗？哦，这是他借的吧？他不会把轮胎改。你们现在是扫地帮哦？你们不要干嘛、啊？你们要干嘛？一起来扫地啊！大哥又没说要干嘛。
啊，他不是说要跑毒，还是要干嘛？稍早前他们都跑完了，在八。稍早前吧。运珠宝又输败了啦，干。那个是三宝，哎、欸，你是三宝，那个不是停车格、欸，哎。没差啦，有白线就给他插啦。哎、欸，你帮他换车啊？换车干嘛？我觉得你那台。怎样？在好，在贝菲特哦、欸，你自己开，你自己去开。开过了啦，欸、后轮爆就没救了啦。练习解锁，你有去看吗？啊，有啊，那个伊利的。确定吗？确定啊，确定啊，伊利啊，台女 伊利。啊，要用什么？挂米珠宝啊。对啊，用偷的。看你很狠哦。偷的吧，先偷不偷？先准备个计划吧，高富帅回公司讨论看看。高富帅。哎、欸，对啊，高富帅。他在干嘛？我在发呆啊，怎么？在发呆。想你啊，宝贝。你要不要来扫地？我们先扫地吧。你他妈不要再给我吃章鱼烧了啊！我待会给你扒落去。啊，何必那天阿强说那个假珠宝其实可以卖，要在那个要去面具店，对啊，不知道一颗多少，应该也要好几千吧。他不是说八百五吗？哦，卖这么少，看你那要卖吗？啊，看你要卖吗？可是我不知道卖的成，我记得我以前啊，我有卖过一次，他的那个拒绝程度还蛮高的，因为海边的游客好像都很会验货的。妖艳哦，没什么差、啊，卖的话不够，我们再继续抽啊，塑胶那么多，是啊、一定卖得够啊。重点是他们，我不知道，在我很久没有去卖了，可是一样会通报警察。在卖因为有时候会通报警察，看你们哪个可以去卖看看啊，看一颗多少钱、啊。身上有剩的吗？我都放里面了。啊，所以要等晚上是不是？他只能晚上啊。好啊，要不然，看我在想要干嘛。不然就是可以用抢的、啊。啊，失败就用抢的啊。没有失败。是通常如果假设说你今天用偷的，然后触发抢失败触发的精灵，应该照讲是可以把剩下的全部拿走，但是就是一样要准备人质啊。我去慢慢看好了，我去慢慢看假的。要去抢的话，就是要准备人质，就这样。哦。如果你想要把剩下的全部干走的话，啊，一趟我听就像是说70颗左右。你说没有失误70颗？不是没有失误啊，整个珠宝店加起来吧。干你才70颗，70颗，那、啊、其实有点少哎、欸。70颗没有啊，你想70颗，如果你运真的珠宝的话是50颗运啊。啊，可是它不像假珠宝说随机，它是老板是直接包好给你。哦。哎，就是没有所谓的要装几颗假的，几颗假的，就是直接随机啊。哦，了解。看老板心情啊。了解。去酒吧一下，再看呢、啊，看是要用抢的还是怎样？反用抢的，就是一样，就有点说来运个赌哎、欸，跟银行一样。银行看缺不缺，看要不要缺不缺那个珠宝而已。真的啦，不缺不缺真珠宝？应该是不太缺啦。反正如果回魂针用完的话就先拿的那个人先把丢给另外一个站在外面的、欸、因为如果拿的人如果离开进去的话再离开就是那个警报器就会响
哦，因为我们是偷进去的嘛，我们是偷。啊，就是有人在门口接吗？你可以让拿的人把珠宝拿去给那个门口的那一位，然后就开始跑吧。哦。因为我讲真的啦，我在当警察的时候，他们很少去寻珠宝，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没什么会寻、啊。哎，小地方，你们有认识吗？都给我。啊，我认识要用哎、欸，啊，不然我先给你一百个啊。你认识要，对啊，你认识要做什么？来、啊，给你。你认识要做什么？啊、没有，我们要去那个啦。你要一百个吗？可以啊，来一个一个来。没错。哦、oh, 啊。原料现在应该够做铁丝，那个不是铁丝，那个什么回纹针。回纹针呢？对对对。哦，就看回纹针好像要用那个夹子跟那个什么铁线哦，铁线要用铁做吧。你要去垃圾车吗？对，一百个，一百个。不是，你要去坐垃圾车吗？没有啊。你那时候要做什么？给你的。嗯，看你们放这么多在公司。没有，原本要坐垃圾车啦，啊，现在飞机不是我们的，就没有那个啊。可以啊，有啊，有啊。有吗？有啊。啊，会比较少吗？不会。没有啊，然后我身上有一张我自己买的啊，没事啊，那个。我卖给你啦，我们便宜一点。没有啦，我身上自己就有了。我还有两个。阿妈，你开垃圾车。对啊，他开垃圾车。我有垃圾，我很多。哎、欸。所以阿角没起来，啊、阿强也没起来啊。老板跟我说，明天十二点可以去把看要不要去把改装厂拿抢。谁？我刚刚问了那个酒吧老板，他们说明天看看情况。什么东西？给我就好了。他是说要赛车了。好，我给你。我想用抢。老板，那个号，那大号，那个啊。像弟弟，他可以当那个正式员工了吧？谁？他。他是谁？他是本来就是的、啊。我是啊。他是吗？他有密码了吗？我有啊。早就给了。哦哦哦，好好好好。啊，所以赛车是什么？没有了，之前办的。啊，所以是明天要办哦。啊，我不知道。你可以派我去跑啊！跑什么、啊？跑赛车啊！哦，那个要练一下呢。行啊。不要像上次那个 P 字啊，他妈开到一半就坏了呢，那个我没办法救呢。哦、那个是那个啦 ，P 字啊，那次是被撞了。哦。还没，都没有去。好，你们慢慢上。应该弄一摊，我就差不多要下班了。弄一摊哦。珠宝、啊。差不多这。干啥不？我跟你讲啊，我还是可以绑一个人啊，以防万一啊。那个，看等下要不要再去跑军火？看，是。現在你是多爱跑军火啊？一颗不到500块呢。你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吗？欸，你说什么？假珠宝？对啊，我卖两颗990几而已。你讲大声点。几率小嘛？你能有九百？你这个没有，我一卖就成功了呢。也是。不是啊，我是说军火要拿去那个啦，我说拿去给人多的话就那群人，警察人多就很麻烦了。我们现在不是。啊，那警察不是七八个以上，看还或许更多。啊，不然呢？你一个瘦咖多诶，你想要卖多少钱？一个来追是要怕懒觉、喔、哦。不错了啦，看贵不贵、啊？对啊，一个400多块不贵啊。计划通，不一定要硬干。珠宝要多少混瓶子才能做出来？你说什么？珠宝四个吧？你要拿那个书去看就好了、啊，拿书去看就比较快、欸，不用想。
哦，不是要跑赛车。老板，现在那个军火跟废气的控制度怎样？什么东西怎样？那个控制。正常啊。啊，你那个，红瑞啊，你那个失败有被报警吗？没有，我一卖就我只带三颗啊，我想要试试看、哦，都卖完了。哎，不是很有种。一颗多少？不到500，算了吧。多啊。差不多咯。那个你们西装那一套有带吗？红瑞没有，要回去换了。搞西娜去配一套。会有配啊。那、啊、怎么他没有？你要问红瑞啊。红瑞啊，你有没有？还是你没有啊？看，来，你来公司啊。你没有，你先带着那个忍者面具，然后再去买那套西装。好，大家去买吧。我先去那个大卖场买那个钳子哦，去做一下回纹针。差不多，现在晚上了。你知道进度是吧？偷，我给孝全说他会解锁、啊，他切到的。查拉布，他查拉布啊。还有几个？我们五个都去吗？可以啊。还是我们四个？全员上阵了。还是我们四加一？你懂我四加一是吗？不差那个一吧？不是那个一，那个一很重要，那个一扮演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赢喽。那个。四 ADC 一个 support， 你懂吗？四加一比较好而已。对啊，我是那个 support。干，不是你要去哦，我想说我当 support， 因为我是人车。那你啊？你是说你买的那一台啊？啊。它好不好开啊？没有马沙高那么猛，但是接近，差不多七八成吧。辅助了。啊？我危险的，你去跑。还在发呆啊？在混啊？哦。啊！耳朵很痛，我错了，对不起。干你你啊！撞了是不是？哦哟！他妈，你开车可不可以？不要突然，他妈你顺向切到逆向，啊不就还好我没撞到啊，你自己撞到。没错啊，当去拿修车吧，对，还好。你看了那个改车的了吗？我看了哦，涡轮11万，好结束。涡轮11万不用钱，涡轮。知道啊？对，你不用，你不够带不够钱去，他会免费给你。哦，这么好吗？是带1000块也可以改，是不是啊？对，那个是老板送的。你们不怕买到瑕疵品啊？我至少还差个2万多吧。我差个2万多，应该就会改满了，就加引擎啊。引擎，然后变速箱，啊，如果有那个必要，刹车我再改。那好开吗？下旋走啊，待会去换。还不错啊，不过要练，因为它跟跑车不一样，跑车比较难，跑车比较麻烦啊。没有，不是跑车比较麻烦，它比较麻烦。他没有跑车的那种马力啊！我们去医院上面那条衣服。我去大卖场买钳子一下。阿妈你对阿妈。医院怎么了？我危险的，先放你身上好了，我怕等一下出事。
被收吗？不会吧？不会啊。哦，那就不用了。危险单不会被收啦。你不要那么悲观呐、啊，就不要被抓，就不会被，就算会被收，不要被抓就好了。哎、欸，你真的是三宝哎、欸！不是啊，他就滑掉，我也控制不住啊。啊，你不是说你会开？是我不是说贝菲特坏了。啊，不然呢？现在是这台漏色。啊你，你开哪一台？这台转向不太好的，不知道什么。你们在公司吗？我在公司啊，怎样？你在公司，你看一下回文针是什么前职吗？那个看一下那个材料书。等，他是哪一本的、啊？哎、欸，小偷的。小偷的，看一下，看是什么前职。等一下。底线跟前职哦。啊，里面怎么那么多东西？记得是前职啊，不然还有什么？要几个钳子？我把那个铁全部做掉了，做着那个。1:1啊。一个铁丝跟一个钳子。三个铁锭，一个铁丝。三个铁锭就是一个铁丝，然后一个铁丝加一个钳子就是回纹针。三个铁锭啊，共是有多少铁？我看一下。刚回来找几个铁，我快睡着。哎，算了，我只能买五个钳子。37个铁。我只能买五个钳子，我先买五个做掉，看可以做几个。来做吧，我先回公司。快点，10点喽。那等一下下拳，你先拿回文针吧。所以高富帅，你是要试加一的部分，还是你要当里面的事？对啊，你要用你的队友跟他们。我都可以啊。哎，杨哥啊，蛋皮爷爷在这呢。等一下，高富帅，你大声一点，我听不到你声音。哦，你开你的车就好啊，我跟他们。好，收到。那你那台改好了吗？我这台有改钣金啊。啊，够了，那未被通气哦，你小心一点。啊，也要他们要查得到我车牌啊。查得到吧，应该。基本上他们停我没有停的状态，他应该看不来到我车牌。不然就是要把车牌给撞掉。我们好了。还有没有行车记录器啊？啊，你们把车停在一个死位，他们车过不来，我就可以载你们走啊，懂吗？就是用接应的方式。对啊，接应的方式啊。他怎么要铁？谁？铁哦，37个啊。没有啊，没有铁吗？看到。这事情很好开，这辆车好冲。我先坐，你们衣服换一下，准备一下。没了。少用那么快啊？我哪知道？我上次看11件，然后下一次看妈的只剩一件。铁丝要用哪一个做啊？用哪一本书你知道吗？就是什么金属一还是金属二吧？
本，我是身上刚好都有啦，所以我不确定是哪一本。我妈在哪里等你们？白痴，我才花2000块去修它、啊，基本上没什么在撞啊。你们有人在卖场吗？零。我可能还需要5个钱。有人接靠近卖场的吗？我没有，我在公司附近。我也在公司附近啊。你们两个嘞？其他嘞？那个医院上面附近。那你们可以去带个物资吗？对啊，你去带一下吧。你们去带一下，你们最近。带个。那我看我等一下，我看可以做几个。带个5个吧。没有，有听到吗？有有有。哎、欸，你们要拿一个人5个也可以啊，没关系。对啊，你可以买一买放公司啊。啊，公司没有公司那节我做了12根出来。所以我要买什么？再说钱。不用买，12根就够了。公司我也在。可是我们到大卖场嘞。好，那你们现在衣服什么状态都有了啊、哦？买个物资吧。你说钳子吗？不用吧，不用吧，大伟不用吧，那个晚点再买，我们直接先走，时间可能也不早。欸、时间好像不太够。我们衣服买好，我们衣服已经穿好了。快点，快点，你们到珠宝等我们。OK。啊，高富帅，你对我去附近好。高富帅，你拿一下回文证。OK， 去拿回文证。你说去公司吗？你不在公司吗？我不在公司，我刚去买包大衣啊。哎，领养你们来下文字。拿5根啊。这你要带几个？全带，看可不可以。下犬会偷吗？要不然高富帅你来带好，你要到公司吗？他到了，我在旁边。我去珠宝附近看有什么可以接应的点。啊，这样要怎么接？你要几人坐？那个蛮简单的啦。你们，我跟你讲，你们如果找到一条小巷，先跟我讲那边位置，懂吗？其他人在车上要帮忙想一下小巷在哪里，然后你们就把车侧打塞在小巷，然后下车的时候开枪吓一下警察就好，开枪吓一下就好了，就可以走了，不用硬打，懂吗？懂我意思吗？因为吼，两个如果打一个哦，那个人可能会拿大枪出来了啦。哦，
那你们要先走小巷吧，其实。可是我只有一台车，所以你们会有一个人会落单，不然就是先塞后车厢，然后赶快。不然就是没有啊，你那台后车厢一直先躲着啊。我没有没有没有，这样太慢了。我跟你讲，我放人下来，然后你第二台车挡路就好，我第一台先过去。我第二台我挡路？不是不是不是啊，阿去珠宝要几台车？两台不是吗？我是算嘉义的部分，我是额外算，所以你们要对啊，你的四对啊，你的四人座会摆在小巷里面嘛，对不对？然后我们会有两台去珠宝啊，然后我说啊，我第一台过去啊，那一个哎、啊，然后第二台挡就好了，你就只要带后面那台的人就好了。哦，哎呀你，哎你无线电是有泡到水吗？怎么了？有点暴力啊。我。那个暴力耳膜破坏者哦，你看无线电是坏掉，要换一根啊？这样哎，这样哎。嗯，等一下讲的时候有在，我再跟你讲。好。我那个。现在要开几台车？四台。两台。两台。三两三台吧。两台是都什么双门哦？双人还是怎样？等一下，我珠宝附近有警车，我先上去看一下。两台四人就是四人车吧，啊，两个坐啊，啊，我先接，如果可以的话，我先接走有珠宝的那一组，你懂吗？你要两台都四门哦。不用，两台两人也可以，反正我就先接走两个，啊，然后之后那两个快不行了，我再去接。你就在中间把那个啊，把接好的那两个都放了。接好那两个，我会先放他们走啊，懂吗？接到的那两个啦，讲实在一点啦，接到那两个，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再借一台车。我们真的不行，就拉去北部 K 掉。你在停旁边吗？我开这台。你们好了吗？我在借车。现在过去珠宝店哦。不是吧？你们要先找巷子吧？时间不够，半夜三点，时间够很快哦，只有晚上才能抢而已。只有晚上才能抢而已。那好、哦，那交给林阳哦。等一下，要先确定在哪里接啊？啊，不用绑人质，可以直接抢。警察不会来、欸。为什么？如果失败的话，你们就直接跑吧。失败，拿珠宝的先不要急着离开，先把他珠宝丢去给门口的。失败的，我是说，就是触发警铃呢。没有，不会触发，只有离开的时候才会。哦。而且只有开锁的那一个人才会。等于就是，我今天如果 A 开锁，那 B 是可以自由进出的，是没问题的。A 就是不能离开就对了。哦。所以我不能离开哦。没有，我们留一台车给你就好了。我们留一台车给你，然后你珠宝丢给其他人，我们留一台车给你，然后我们其他人跑远了，你在哪？你们都来了吗？我到啦，我们到珠宝门口了。你们高帅到吗？到了，我跟 对啊，我跟道伟同一台车。反正就是。等一下等一下，他留在这了，等下他留在这，然后我们不用留，他可以走。等一下啊、警察没那么快。我说等我们走远之后啊，走一段距离之后才走。你们刚才听到警铃声吗？那是消防车。没事，消防车。所以不能同时走就对了。可以，先校犬先那个。身上有带五支，确定是消防车吗？对，消防车。我确定是消防车啦。门口那会遮住你，是不是？我有个想法，你们听我讲，你们先。
再抢了吗？再抢吗？再抢没关系。再开再开。大伟，你之前那一招，你等一下赛车拿珠宝的那一个好了。然后你之前那一招你知道吧？哪一招？跳下桥那一招，就是高架高速公路的，我在那边先等你们，然后我先接走两个，对不对？你不用接啊，其实如果用跑的话，其实可以带到可以安全地方，还是讲真的。备用嘛 ，Plan B。好 ，OK OK。你们稍微注意一下。我等那么久，他是不是不太？被冲走啦！被冲走啦！先，我们先离开吧，我们先离开吧。被冲走就已经爆了。没有没有，他被冲走没事，不要在这边逗留太久。哇，天要亮了！完了，又要再等了。应该亮了，应该亮了，他回来应该就亮了。那就换别的吧。那就先回公司吧。那就先拿假珠宝再去装一波。没有，要不要？还是军火？来，二选一。跑地单，跑地单，跑地单。流氓他们都在哦，我刚才有看到他们。这我知道。是怎样？几个？我能确定的有两个吧。两个。那就试试看吧，不然看我不知道有没有料。你先拿订单好了，一个在那边等着接他。啊，我还等着接他，我在旁边停车场。那我去拿订单了。好。我在高峰，高峰在拿单呢、啊。等一下我送单吧，我送货吧。拿单了、哦。我开回去公司，你等下给我货。你我。什么货？单啊，给我单。你去拿，我还没到公司啊。好，快到，快到。拿吧。等一下我在高富帅吧。你被冲走了是不是啊？对对对，你们先回公司，你们先回公司。天亮了，天亮了。你们先回公司，那边不要逗留，警察会去巡。先回公司，那个刚在拿单嘛，然后我上个厕所。我拿单啊。如果还没开始的话，找个人去收一下保护费。是啊。来不及，来不及，来不及。那个，不是啊，他要拿单，我拿单吧，你开车吧。你哦，好，你还拿单，你来当拿单呢、啊。对啊，我开车啊，等下我开车啊，我开车我载你啊。欸，你那台那个要开你那台那个跟那个会飞起来那台啊？还是就还是开我那台就好。我没意见啊。那要不要弄一下？那要不要弄一下？啊，我停在公园呢。看。啊，等一下你要让他开自己车哦。等一下顺路会过去。啊，我跟你讲，你这个就不懂了。这个就是那台会推速速。那台有料啊！它有料啊！开多快啊？不是快不快的问题啊。那台等一下秀笑，是不是会飞啊？那台等一下就是秀下线的、啊，秀下线给你们看啊。来来来，
我跟高富帅一组，然后看要三台车，你们，哎，好，你是孤儿，他萧炎载你吧，他一个人，比较厉害。对啦，萧炎载他啦，干红瑞不会开车。我们先报位吧，然后你抓个中间位置，如果有意外的话，也比较好支援。哦，啊，我要待哪？跟大伟好了。通常应该不会。哎，这还是你的车、啊。这台我的车、啊。爱琴琴，坐一下。小犬，小犬。等一下，1036，你说你要先修车啊？领钱修车啊，不然身上没有钱修。OK 啦。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修车。阿妈，如果是黑帮的话，要讲哦。对，我叫你们开始前说一下。啊，那个，如果是黑帮的话，你们跟我讲那个交易地点，我们下车埋伏。他们如果要截获的话，而且。我先讲一下，如果假设真的是黑帮的话，可能会在交易地点就打起来了。能在交易地点处理掉就先处理掉，不然很麻烦。我们就下车埋伏，你再跟我们讲交易地点在哪里就好。然后那个校犬就是1036总部的那个超商等我，我们在那边等他们吧。好，我抓一个中间的、啊。2400够修了吧？带2000就够修了啦。搞不好没坏、欸，没有，一定有坏。哦，那、那我就不知道啊。哦，也是啊，也要修一下。你直接取可以吧？啊？我可以啊，我可以开啊。你先开，你先开，你先开，你先开。等下你修完再给我就好，懂吗？有拿到，先去修啊。搞不好没坏，我看还蛮干净的。想一下啊。等一下，我跟你讲，那个人如果靠在墙边，我就直接跳过链把他压着，然后我们两个下车打他，有料吧？看一下要多少，应该不用钱啊。1133。1133，看他好贵哦，1133太贵了。所以我在考虑把修车厂改装厂抢起来。对啊。跟他讲一下，我们要前往那个。你有跟他讲吗？附近都有罐呢、欸。我讲。你可不可以再大声一点啊？我真的听不到你声音呢。这样嘞。哎、欸，好。不然他们无线电太大声了，我真的你坐在我旁边我都听不到，我有点难过。什么意思？你说公司吗？就是在我后面。我不知道哎、欸，我只记得你、我、大伟，那时候我们三个比较常在一起啊。好像是，不知道谁找你进来。阿贵找我啊，后来又多了白小姐跟阿妈。
怎么了吗？没有，只是前面，因为我跟大伟那时候没有人的时候，我们两个混了很久。有料吧？混很久应该有料啊。你们两个混得很好玩啊！要不一起死掉，我就一起活。嘿嘿。你要看他下去接货、哦。我们准备接货。OK。接货了。接了吗？接了。那没有。应该警察了。位置，先讲位置。九六三。很近。在中部右边。那个什么、啊，我们那时候三个也不错啊。我们那时候。那个中部大卖场旁边那个里面。我们那时候三个也蛮够打的、啊。没事，我们很近，我们可以先到那边玩。不知道为什么。警察哦。对啊，警察。最麻烦的。警察，你还要买虎哦。他们人多，枪又多。麻烦，所以他们先把有大把的干倒就好了。可以不开枪就不开枪吧。先能不开就不开吧，虽然很难啦。因为没有，因为你现在进去那个位置很尴尬。那个我们不要进去，我们给他们进去就好。那个校犬我们。在上，我该去山上，已经到了。我们要上去了呢，563了，963。一样去963。欸，你们想一下，是要 K 还是要先绕？先绕我可以。先绕，不行，你那个位置交易没办法绕啊，你就走那条路而已、啊。第二台、第三台，三台啊，干，你能干到人数吗？我试试看，第一台两个，一台两个。哦，还想顶我欸。第二台好像有两个欸，四个。还有一台看不太到，现在是里面根本被堵住就出不来了。现在是五五坡的概念吗？对，第二台两个，第三台没不知道。我跟你讲哦，你们这交货地点被堵了就出不来了。我看一下。你要这样注意哦。你要不啦？还是你大伟去看哪边可以翻出去的？他们下车，然后翻出去你接。这没救，这没救哦。没得翻啊，这没。这没救哦，这个可能高几率打起来哦。我跟你讲，我的车如果够硬的话，看。我跟你讲，流氓他们跟来了，流氓他们跟来了。那我们将进行 P 的战斗吧。我们干在里面干起来。跟你讲，里面干起来会很混乱哦，出都出不来了。人硬突破吧，我觉得人硬突破了。大伟，你别听那吧，他们应该要进去。是啊。嘿嘿嘿。你绕吧，我们去换位置，我们去找。我们去找好一点的，我们找好一点的。因为他们都跟。靠北。你不要闹啊！我靠北。哎呦！干嘛？哇，老哥。我操！这警察够狠，一直顶欸。进行对警车进行冲撞。傻小啊！他妈你撞我的、啊，操！局长哦，不会吧？不是啊，他们不讲武德、欸，他们撞我的时候，我们撞他欸。对啊，有够缺德。那应该是局长吧？那个是笑欸啊，那个是笑欸啊。这个可能要开喽，这个可能要开喽。那我们要撞他、欸。你们都到了吗？到了，还是要去那吗？大伟还在吗？还是大伟你要转？直接 K 吗？我觉得先。先绕山吧，不行的话再说。再说，不要先那个，不然就是牺牲一个。开车，那我直接抄近路哦。伐木场吧。伐木场吗？对，伐木场吧。那有流氓的人哦。
你们小心点，然后他们知道你们被抓，一定来抢地盘。他妈，警察一直撞啊！他有冒烟吗？没冒烟都没事。他一直顶屁股啊！我的车够硬。开你的车是不是？对啊。你该买吗？我该买，不要买。班长，你们是不是在高速公路？我们要去伐木场，我们要去伐木场。我们已经进去交货点。我是怕进去我们就出不来了。啊，算了，我看你们撑住撑住，我尽量。好，我尽量。你快点，你快点。他们刚刚开高速公路过去吗？伐木场哦，能来就来吧。我三公里，我们三公里。没事，大伟在。我硬顶把他顶开了。他吓到了，他被我吓到啊。我一直顶人的，除了局长还有谁？我跟你讲，我们刚才直接跳勾链压在他身上，他吓到。他只写高富，所以高富帅不用去吧。他通气只写高富，你不是你啊，你叫高富帅啊。对。你不用去，你不用去，他只打高富而已。他这样通气打错也不算通气吧？不是啊，你又不叫高富，通高富那是高富啊，你是高富帅，他没通你。我们现在正前往那个伐木场。啊，我们快到。是，我们会先到。你要在哪边下车？你讲个位置。不是，还是你边开车，然后我们在侧面打。可以啊。我们下车侧面打。好啊，一不对劲你就先跑嘛，啊我们垫后。OK OK。我们三个人垫。好。但现在天有点亮，我们优势哦，我们有优势。怎样？我们穿黑的很有优势哦。他们警察的子弹会发光。他们是残障吧？怎么用那个发光弹？对啊。所以如果是晚上打的话是还好。那我们你会从哪边上来？桥洞那个隧道。隧道 OK。然后隧道一路开到伐木场吗 ？OK OK， 那我们去隧道口等。一样吗？中间那条路进去。还是直接堵隧道口？看你们啊。还是不然就是。我觉得可以用一台车堵欸，然后那个人再坐到副驾，对啊，坐到副驾，然后赶快下车。一个用扛的，然后一个坐副驾。你们，高富帅车会牺牲，就这样而已。没差，他通的是高富，又不是他。所以是要高富帅车牺牲挡在洞口，是不是？对。我车牺牲没差，我没在开车。没有，我的车啊，你们用谁的车？是你们车要牺牲吧，不是我们车要牺牲。对啊，是这样。因为我这个是双人的呢，因为这样我牺牲的话，一边也跑不过去。对啊，这个路口有点大，要两台车呢。你们你借那个市民的车。你们要快一点哦，我们要到了哦。我们快到了呢。对啊，我们快到了呢。拖一下，他在台阶车。我们要上 U 了。你们还打我。来，他们来了。他挡吗？已经得打，堵不了。回那个吧。对。来吧，跟我来吧。第三栋了。好 ，OK。快点哦。屌，我先讲堵不了，我们只能下车打。他们几个人？报一下。台车。满的，靠北。那人很多，全来了。等一下，四台是包含流氓啊吗？没有，全部都警察，都铁路吧，我觉得绕一下吧。我们在铁路啊。铁路。好，我等一下绕一圈再来铁路，等我一下。那我们
回头好了，回头去那个山洞那个隧道。可是这没掩体呢，就是把车啦。不然再让迪亚撂一下，然后你去偷那台货物那个小面包啊。我们堵在这个隧道口啊，要不要？紧嘞，紧嘞，紧嘞，紧嘞！能拖就拖，能拖就拖。你去捡。哦，面包没了，靠北。我到了，我到了。上面一台车翻飞车，一台而已，一台追，拿第二台，第二台现在才来，完了。四台。五台，五台都警察。哎、欸，我顶第一台哦，我帮你顶掉第一台好不好？不行不行不行，不要，不行不行不行，别也不要打，我们不要射不要射。不在选那个什么校犬，你后面还有三台警车。对，不要打，我们让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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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我们让开，我们很难，他们人太多了，基本上都满的。我们那个，哎、欸，一台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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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一台翻了一台翻了哦，他们一台翻了。注意掉那个翻的吧，那个谁？被翻的，他直接下来呢。啊，沙小，他直接下来了呢，他在我们下面呢。沙小，他这样坐下去没事，车没事，人也没事。完了，你们小心呢，能捞就捞呢。没什么办法，他们五台车。他妈，他们一直用撞的，我操！哎，在回转，哎，对。哇，他们超凶。我们再想办法捞回来，哦。我绕远点，超凶哎、欸！我们在军火旁边，我们在接台车，你们可以再绕回山洞。现在在军火，这群人开车真的是。我们在接台车，再堵起来。好，那个，我个在够长，我在够长，可以把整个洞口堵起来。别、okay, 别、okay. ，我们堵那个这个坡好了，上面这个坡。堵吊桥吧，堵吊桥比较好吧。堵桥呢？好，吊桥可以啊。吊桥这边他们说不定车子够，还可以翻过来。堵桥吧，堵桥吧。其实我在很慢，我也在慢慢开，我怕下课。哎、欸，他们人真的太多了。干，他们也不会开车啊，他们直接用撞的、啊，也够狠的、啊。你们大家随便一个人帮忙扛。你停斜的斜的，然后留一个口给他们过。你大家待，我跟你讲，你驾驶座下车的方向要面对我们，所以你的车要反，整个反过来，水平翻转过来。我们绕回去哦，我们绕回去哦。哎，你行不行？马力不够啊，他马力不够。半天才真的是。靠，他们连挡都不会啊。他们挡还在那边移动啊，他们真的不怕被撞死啊？你们还不能回来啊、哦？我们这里遇到小障碍啊。你那个近嘞、欸！你瞧，受不了了。要不行，要快点，快点。快点，我们油快不够了，你们不要搞了。上车，你先上主驾。哇操！看，我应该叫你加满油的。上来吧。前面应该有一台。就瞧好。后面三台，前面应该一台。红队，你扛一个。我们在军火旁边。我扛一个。红队，车给你，车给你，你调。再前面一点，再前面一点，再往前开一点。整个堵死，不要让警车过来。他们也要过来啊！不要让他们自己从滑用滑。我们可以滑过去，我们可以滑过去。懂吗？这车一定要牺牲了，啊、这车得牺牲了。好。OK， 可以完全牺牲。你们要滑过来。你等下想办法直接爬主驾过来。先开门。我等下。对，红队，后车厢。懂吗？你要干嘛？对，我从主驾出去，你等下出主驾出去。谁载了？你后车厢进后车。我进了。你等下就是主驾下车就对了。你们一个主驾下车就对了，懂吗？懒的啦，懒的。主驾。开门，门先开啊！啊，那个还在开手机呢。靠腰。
进进进，走走走走，可以走可以走可以走，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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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那你看手机是在看几点的？直走直走走走走，不要管了，走就对了，走就对了。他妈，我刚才以为没有，我要背他、啊。多啊！啊，你们跑得掉吗？跑得掉，跑得掉，跑得掉！往上开，往上开，往上开！谁坐白色的？我。啊，白色的是谁啊？我大伟。靠北啊！我怎么看不到你的人啊？不要，千万不要跟我们分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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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散。OK OK OK。哎呀，往左边看，往右边开，往右边啊！有没有右边？右边。我们先去换，我们先去换车，等下往下开。往下开，我们等一下开到沙滩，我们要开到沙滩，然后把，我们等一下去藏车，我们去换车。啊？你们能扛我吗？啊啊啊！刚那个啦，林阳以为要扛，可是他一直按呐、啊，然后扛到靠背。啊，结果嘞，你人嘞？我现在人有点姿势有点猎奇。没事没事没事，等一下再复原一下就好。啊等等，对啊对，啊等就是没有人开车，然后我。我从后车厢掉到另外一个世界了，一直上下上下上下来。你可以下后车厢了。要怎么办呢、啊？反正你现在是安全的嘛。走走走、啊，没有人啊。哦，安全。飘跟我走。等一下再处理啊。你带你们吗？应该不用，我们可以自己想办法解决。你正常了。你们都逃开了吗？对对对对对。啊，你们刚才那边，我要跟高富帅讲说，叫他要叫我主，从我主驾下去啊。哦，其实没差。结果我发现我没有，我开不够弯。对啊，所以我就直接下车了。嗯，应该没事的。我靠，我刚才我刚好没被电到。我刚才一差点一直被电到哎、欸。我刚才想，我刚我不是很早就说要一开始一个上白的，一个上蓝的。对啊，我刚才你们那边太吵了，我真的听不太到。因为刚刚真的太吵了，所以有点乱。我现在是在异世界游荡，一直上下，我不敢上来。你的位置是安全的。哎、欸，对，我就是刚才你们上车那个位置，就是在那。啊？掉出来了。对啊，我人掉出来，然后上面有三猫，我不敢上去。三猫，我不能上来。啊，等一下，好，我们等一下再救你，我们等一下再救你。我们等一下去。我现在在异世界，我现在一直在异世界。我们等一下去换一套衣服再过去。我你们再过来。林雅，我们换登山装，然后开，然后抢一台很像登山的车子。等一下，等一下，我们要先去换衣服。追得到。我跟你讲，那绝对不可能追到。但是有点问题，就是高富帅现在是被通缉的，但是他是通缉高帅、啊。他是高富啊，他现在通缉高富很白痴、啊，你知道吗？那高富帅又没被通缉，所以他不用到、啊，他干嘛要到？对啊，这是最尴尬的。哎，有警车，有警力，有警力，往这边走。我再去买加法。哎，我们这边可能会有警车哦。警车在那个高速公路上面。哎，旁边小屋，旁边小屋。哎，等一下，我们把衣服丢这边，我把衣服丢这边。我现在不敢起啊，我怕我起啊，我不知道怎么丢啊。下课了。你脱掉丢地上就好，你脱掉丢地上，我们等一下这样裸体去换一件就好。懂吗？懂吗？懂吗？我知道脱掉，我怎么丢地上？对，你就已经丢地上啦、啊。你脱掉你就丢地上啦、啊。哦。你领带也脱掉，你领带也脱掉。领带我脱不掉哎、欸。领带脱不掉，领带脱不掉。你传 GPS 给我015358。哎、欸，我先借一下这台看看。哎、欸，我们如果在那个地方的话，欸、如果车，下来。没事，你台在。对了，我说如果我这被他们拖掉就算了，如果还在的话，你帮我开到公司停车就好了。下车，下车，下车，下车。干你啊！传 GPS 给我红队。哎、啊、，GPS 怎么发、啊？好啦，阿姨啊，就是决定是你啊。那个手机的右键可以传送发送 GPS。那你先上车吧。敢三猫是一级必杀。
哎、欸，这边有衣服店吗？有。在哪里啊？你跟我讲个位置。先处理一下这个电线。我到公司换衣服。好，那个等一下我们这边安全了。他们五台车，每台少说两个人。我跟你讲啊，對對對，他妈的，他们警察都用顶的啊。十个人，我车子，我刚看五个人围着他，我跟你讲，我车子打滑，我直接在原地起步很难起步啊。那他们就把你围起来，一直顶，一直顶。我看到。他就一直撞，一直撞啊！哇操，这群警察有够凶啊！也不知道凶什么的、啊，哇操嘞！没事，我们能赢已经奇迹了，这是唯一的办法。打打已经打不赢了。哇！打不赢。打是打得赢啊，但不讲武德的就打不赢了啊。直接越这个过去啊，不太行，这台好像不太行。大脚霸王应该可以，这台应该不太行。我就是在刚才那个你们上车那个地方。在前面，在前面，这个右边。我怕我一离开这个车，你们不要那个修车那个。没关系啊，都可以啊，然后往。就然后啊，对 ，GPS 走就好，照 GPS 走就好。等一下，等一下，这边吗？这一间吗？打左转，巷子左转。我跟你讲，前面有个警察局哈，所以我们要可能要谨慎一点。是这间吗？这附近我记得有一间。没事啊，你也不能被算中。这间是加油站超商。而且他们自己打错的话，那他们的问题。也不怪谁啊，没有吗？我记得有啊，你绕一下。看这台这样现在开回去有点麻烦。你这样还要跑货吗？领养？没料啦，干这群人就是看到有人就是直接强奸，跟母狗一样。他们超靠北的，一直狂撞哎。对啊，我车是只要。停住就没，就要等个等起步，你知道吗？应该不换。换个车，我们先换，这边没换衣服，我们就直接开回去了。你们要不换个低调一点的车？你现在少一个门呢？为什么少一个？我看两边门都正常啊。我看少一个。乖，没事的啊，换很正常。我还有两公里哦，喂。对吗？不是啊。你左转看看。嗯？你刚才没有开枪哦？没有啊。那就好。枪，这是枪点啊。算了，回去吧。啊，红瑞怎么办？哎、欸，红瑞，你现在位置在哪里啊？异世界，来来回回。按手机发个 GPS 啊！我没输啊！好了，你接他。怕一离开那个瞬间吼，你的人也没了。嘿，对，而且我也怕不知道会去哪里。人没了啊，零。应该是安全的，我们顺便去军火那边吧。OK。等下，反正都说你们怎么没穿衣服，没有，天气热啦，哦，我们去游泳啦，衣服直接被水冲走啦，可以，OK， 就这样，看你俩衣服被冲走啦。他妈，刚才那个警察一直顶，我操嘞！啊，真的是疯子哎！堵着就算了啊，不就还好？我们开那台会骑人的。你知道他刚才门口也是像我们那样堵住吗？是，我知道啊，我看到。然后我们那台车直接骑上来，直接顶他、欸。我操，谁啊？那个七，那是七吗？七木，感谢你的追随啊！哦，感谢你追随啊！看那个警察有够狠啊！有啊，真的够狠！我停住，他们应该是在我前面，前面塞着吧？哇，他们直接撞我车头，我也是认了。等下去看一下是军火，
我们顺路去军火收一下。收了。你收了吗？我们要到了呢。算了，管他的，再去看一次，搞不好有。哎、欸，靠边。没事没事没事。赛车不是跑车，跑车的话就是再接一台啊。好。我记得自己有一台小丑，早上留下来的。这台吗？结果不是。是啊，这台。他在要加。要开这台走啊。啊，结果嘞，钥匙嘞？钥匙，这个是高富帅的、啊。好、哦。啊，所以洪瑞，我没数啊。回去。哦、，OK。我到酒吧了。这么拽，还敢去酒吧、啊？我买了一个拖把头。你啊，你要不要戴个假胡子啊？哦，不用，这样就够了。你的声音至少装一下，不要被认出来呢。认出来太闹事了，那个人不是我、啊。那个人真的不是他、啊，他名字三个字，那个两个字的是谁？哦 ，OK 啊。参观一下伐木场啊。我看到了。修再修，感觉就很贵哦。没有冒烟都不会很贵哦。没有呢，刚才没有冒烟都要一两千呢。大家都不缺钱的。哦，哎呀，慢慢来，没事。小周这边修车的，不会撞啊，不会撞，放心，没事的、欸、啊。修车应该就会加满，满百就加满。这是你第一次跑军火啊？军火不是啊。哦。那我们就是，我跟你讲，今天我们打的是隔壁公司的，你有拖把的，我们还可以开枪。遇到警察呢？就只能打配合。没有，我一开始都不想打，我一开始就没打算要开枪。我跟你讲，遇到黑的，我真的打算开枪，因为那个真的很麻烦。你懂吗？像苍蝇一样，他们很黏，但是警察不是，警察就要打配合，他们就是死了。警察比较好处理啦，可是警察的枪很硬啊，就是他们人比较多啦。哎、警察难处理，又是处理在这个地方。你在，我那时候看到你被舞台包起来，然后都不让你走呢。对啊，我们就一直在那边跟他们玩。没事啦，没事啦，我刚一个风骚走位骗了他一波。我跟你讲，很夸张，是他滑去这样。他直接从山上滑下来。那台是我跟孝全看到他真的撞到东西翻下去。娘每次跟我开玩笑、喔，他还翻回来，我还可以。对啊，他还翻回来，还继续开哦、喔。他没有冒烟吗？他没有冒烟，没有。我跟你讲，警车是鬼，警车就是行动坦克车，所以警察不会开车很正常，因为他们的车就基本上撞不坏，所以警察车技都普通通啊。你刚刚没看到那画面，他用滚的滚下去，但没坏，那也是很屌的。要背部吗？你们是受最大的痛苦了吧？你们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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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受最大的痛苦了
我你你这台可以哦。哎、欸，我都快回家了，不要这样吧。都快回家了，怎么变玩具？啊，我车也没有烂掉，我怎么知道你会飞出去？我看你是直接撸下去，有点狠，有点狠。然后我车还好好的啊。哦，所以你们那时候是不是一开始被堵的？你们说顶开了？对啊，对啊，他们左右都堵一台啊。我跟你讲啊，他们飞出来啊，他们那个挡车真的不太会啦，我都回去教他们了。我一直动啊。不是不是，动就算了，他动要有个原则，但是他们没有那条原则线的话，以我以前当警察的经验啊，这种就是哦菜鸡啊。连之前我在当警察的时候，连我们那最笨的原警都比他们强啦。笑死，偷地是警察。啊，晶片那个怎样有料吗？晶片就做那个解码器啊。哦。林鸟，你在公司吗？哎呀，安诺。那你等我吧，我过去。我开车载你吗？可是我现在没车哎、欸，我现在只能叫那个。等我过去，我有车。哦。啊，等一下我载你是不是？欸，大伟啊，那个我大伟你在吗？他应该在讲电话、哦。阿贵打给我说医院前面有活动，要不要去看一下？好啊。先让我安全回公司，我们再去。好啊，高富帅，你等我等你吗？医院前面不是没有什么东西啊？有啦，是医院里面吧？啊、是里面吗？到里面超多人。那我们直接去医院啦、啊，我们直接去医院。是阿贵在那边啊。啊，你的车我要帮你放公司吗？公司有。我这我可以停进去。没有，你就开到医院给他开就好了。白痴哦、喔，他会出事啦。我这是有绑好安全带了，你放心开吧，不用管我。不用管我，我现在抓得很紧。还敢在医院留守？我也没那么常撞，好吧？没有没有没有，我不会怕，我不怕。你来尽管撞，你尽管撞。我现在已经抓好了，我现在抓好了，不用怕。啊！再飞出去，我他妈也认了，好不好？啊，没问题，没问题。开这条应该遇不到警察。哎、欸，高富帅在吗？他在啊，怎么了？哇、啊，不是，你在哪？哎呀！啊！怎么有枪声？哎、欸，有人在开枪哎、欸！你看在我们附近是怎样？他妈，你车撞坏啦、啊！哎呀，小璇呐、啊，哎呦呦呦，以后我开车，以后我开车。屁呀、啊，没有没有，以后我开车。我想你不是说、欸、警察在开枪，警察在开枪。哎、欸，谁打？哎、欸，可能会去，可以黑吃黑，我们去看一下。你不要拔枪。我们先看一下，哇，流氓他们在医院啊！哎、欸、啊，有人运东西啊！但是那个是黑胖通知啊，哎、欸，哦，对嘞，我们收不到。哎、欸，小雪，小雪，去看那车可不可以开，把它开走。带坏人嘞。对嘞，应该是。哎、欸，我在通电线，你掩护我。我在通电线，我在通电线。我帮你停里面的。我跟你讲哦，他们有大把的，他们有大把的哦，他们有大把的哦。所以你开了。你好啊，你好啊。我们在偷警车，我们在偷警车。他们在偷警车。干嘛偷警车？他们就想皮妹靠背啊。拿去烧啊！皮啦哟！走走走走走走。干你们！算了。他妈笑全盖，直接把车撞坏啊！你们再来偷警车。哦，我们在那个我看一下，579那附近，他们那边倒了一个远景，然后里面有大把的声音，有警察大把的声音。很凶，很凶！一开始是蹦蹦蹦，之后是蹦蹦蹦蹦蹦蹦。对对对对，没事没事没事，我们拿车走了。你们要拿这台去干嘛吗？还是我们就直接拿去烧？烧好了，烧好了。你不要，你给我开，你给我开，小雪，你给我开，
你给我开。不会啦，给我开，你给我开，你给我开，你给我开。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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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不会。你停下来，你停下来，给我开，我要开另一个地方烧。你要干嘛啦？你要干嘛？我们要开去烧啊！你要啊就你要。好，我现在来。我在豪宅区附近。开去烧。开去烧，开去哪里烧？啊，你车，你车，瑞瑞，你带开车。来，你给我，你给我。不要不要，我开车，我开车。我带你去，我带你去，我带你去，我带你去。你帮我，帮我，没有没有没有，我带你去那个地方没有 GPS。那个地方，我跟你讲，那个地方真的没有 GPS， 我没骗你。我带你去过一次之后就换了，好不好？给我开，你给我开，你给我开。看看我看看。刚刚看到那个。你钥匙给我，你钥匙先给我，然后你等下你爬到后座。我等下换去主驾。他是拖把头。那对了，没错，紫色头发嘛。你今天不要去，不要讲话。好好好好好。他妈警察车怎么那么好开？哎，很快、欸，我看你们，带我啊，我跟不上。好好，了解了解。你们那台我看到你们是弹出去的、欸，而且都坏成这样了，还那么快，很难转弯呢。熟悉的地方吗？什么什么很难转弯？这台车很好转，跟鬼一样哎、欸。屁啦，我觉得蛮难转的、欸。干，不是警车太强了。看警车是他妈玛莎高了两三倍吧？快快跟那个快。倒退，倒退又快跟好不好转是两回事嘛？没有，好转，绝对好转。快是一个点，然后转弯好不好转也是一个点，然后再来就是硬不硬。看来这警察车都有，到底是多烂？多烂啊？可能跟智商一样吧。你们汽油桶拿出来。我没了，我忘了补。你要回去换衣服啦。还敢穿这套？你回去换衣服。开道，开道，开道。哎，你那台跑车就有那个，就有钥匙。我只用跑车。哎，你不要开枪引燃呐、啊！啊，你那，你要烧胎啊？好了，那你那你直接开枪好了，我。靠腰，你他还不是跑车，跑车才比较好看。你们要到了没？怎么了？你在哪里？医院。大彩的机会来了。有了。我们看警车爆炸。爆，一定爆了！这样不爆我出鼠。完了，看来有人要吃屎啊、欸！这么硬哦，这样还不爆？看你要出鼠啊！警车轮胎爆两颗，然后车还没爆。哎呦，爆了，爆了，爆了！爆了爆了哦，不用出鼠，不用出鼠了，走吧。上车，上车。没有，他要拍照留念呐。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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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去警察局。是警察局啊。医院嘛。医院，医院，医院。先回去换衣服，我先回去换。医院的人出勤了，好像你们刚刚枪战那边好像有。倒一堆警察啦。啊？他们那么多人还输？不是那个台警车而已，有刚刚看你很警车、哦，没有不止一个警察、哦，很好几个、哦。错路了，错路了，错路了。会不会开车啊？直接硬干啊！这不是我的，反正也不会心痛。我先存一下照片。有、我看两三台警车冲过去呢，应该是要支援吧。对，你们要加油啊！酒吧老板叫你小心一点呢，他说刚刚有人说在那这边，刚刚有局长来这边问。啊，你们两个是去换衣服是不是？哎、欸，没有没有，我泡水一下。我先离开医院。来了。哎、欸，大伟有看到吧？我先离开医院，我怕有人报警。有拿到吗？哎、欸，你塞到我了。
啊，那你给他，我下车你给他。交钱了，我再相信你一次，我绑好安全带了。啊，我刚刚以为是你，不是啊，我刚刚以为是你想要我中啊，对不对？我没有。而且你要这样想，你要这样想，你听我讲。哎、欸，你知道中下去内，你知道会内伤吗？你知道会内伤这件事吗？我们要是没中，你怎么有机会偷警车？我跟你讲，偷不偷警车是其次，但你知道中下去我们可能会全部都嗝了吗？不会啦，不会啦。没有没有，你没有没有，你不要克谁，你不要克谁。我之前就差点出车祸死掉，我刚才真的太狠了。直接正面撞上去。蛋皮蛋皮阿伯在啦，你小心点哦、喔。干你捏啊，蛋皮阿伯，你他妈。我们换衣服，直接遇到他。就小心一点啦、啊，蛋皮阿伯。那我就问他是不是蛋皮阿伯，然后说，然后他回我哈，我就说 RGB 蛋皮阿伯，他说对对对。你们要来了没啦？来了来了来了，一直吹一直吹一直吹，赚钱的机会，赚钱的机会来了，还不过来？你们在做什么？走走走，我们走就对了。我们要开车过去，警察都在这。但我问你们一下，你们废气有收吗？没有呢，应该没人去收吧，刚才都在忙。哎呦，紫色头发那个，上车，上我车，上我车。紫色头发那个是谁？拖把头啦。不是，去收一下。这边啊，医院烟。我收不到，我收不到。没有啊，在车上上靠背哦。我在你就好了，走吧。来了，我们来了，我们来了。黄狗尾，好，也是可以的。好，我们不要赌那么多。哎、欸、啊，这么多人啊、喔！哎、欸，你好，什么东西？哎、欸、，OK OK， 哎、欸，保镖，保什么镖？保什么镖？哎、欸，来来来，赌博赌博，保镖。好，走，我们去外面。哦，你们加油哦，拜拜。哎、啊，你不赌啊？啊，没钱怎么赌？不然，哎、欸、，ATM 在那里啊，领了就有钱了、啊。啊我 ATM 里面没钱啊！怎么可能？敲开了，真的没钱，真的。老板说他没有钱，叫你们来，然后你说你没钱啊？不是，那你还叫我们来？靠腰，那你叫我们来冲啊！那你们是来测、哦、你们，然后他一直在催。不然我先卖，我先卖他啦。凑钱赌博的。靠腰，哎、欸，我跟你讲，我这边有钱，我借你20块，啊，你要还我40，连本带利。哎、欸，等一下会有三换进来哦，可以不要挡住门口。哦。我刚刚听成，等一下会有3万进来。哦，对、啊，感谢大家。他们是怎样仗义色是不是？3万进来。我可以啊，我可以啊，我可以赌啊，我可以赌啊。我借你228块。会不会太大声啊？哎，被绑架，被绑架，哎。你先说嘛，你先说最低多少嘛？你先说最低多少？我们刚刚喊过最低的是1000块。哦，1000块哦，1000块可以。现在几点啊？整间公司白给。嘿，嘿。哎呦，没罚单呢！哎，存一下，390。哎、欸，你好。哎、欸，冲啊！那个，我们刚刚那个钱。哎、欸，等一下，我一人一半，然后我拿给阿妈，叫阿妈拿给你。反正他要睡，好、哦，没事。啊，我先去睡好了。没事、啊，好、哦，你先睡。其他事你慢慢撞，没事。哎、欸，阿贵啊，有没有料啊？阿贵什么？有需要看病吗？你们等一下，找一个问一下阿贵、啊，今天吃什么？今天吃什么？多久吧？哦，我今天没有回去，我等一下问一下。需要看病？好好好，没有没有，好吧，没事没事。我看到他全身是血，我看到他是正常的嘞。我是看他正常的，我也是看他。哎、欸，他没有特别 skin 嘞。哎呀、欸啊，我是说他嘞，我是说，你是 Oreo 吗？司机嘞，车司机，对对对，我觉得也是正常的。救护车司机。哦，哎、欸，阿贵、欸，啊，又是 skin 呢？我拍给你们看的、啊。啊，不用不用不用，已经有人拍过了。skin 的问题 ，skin 的问题。哎，阿贵啊，就几部啊，就几部啊。哦。哎，啊，迄、那个，你头早冲的，你嘛知吧？啊，什么名啊？
没有啦，高富帅被通啦，啊，他被通多久？我有存钱好习惯啦。他通多久啊？哎，他人呢？刚才跟我讲到一半。谁？高富帅。哦，他天。怎样？冷刚啊。冷刚啊。那个，我刚有在这几公里说那个一个铁，哎、欸，三个铁，一个铝，一个木炭。啊，你放回去公司。哎、欸，高帅，你被捅两天哦。OK OK。不行不行，不开心。那我应该明，我应该明天被捅，然后我礼拜一刚好要上班。干啊！他去哪了？嗯？两天队友是被。你先嘛先走路者啊，先避者，避避风头啊。不然他也肿了，你知道吗？他妈，他们，他们警察是怎样？又多来四五个菜警，是不是？哇，他开车也够抽惨的呢。啊？你忘记啊？我们现在开不了门了、啊。你讲了。那我给你就好了，我给你，我身上有。哎，刚我拿掉。啊？等下你卡睡醒啊？来，你。六条电话公文。来一个这个。哎、欸，有没有听到？来，各自盖。哎、欸，有。哎、欸，有听到吼。哎、欸，有。哎、欸，我讲赶快起几个啦。精神啊！蔡锦，干那蔡锦开车怎么那么烂啊？不是，我跟你讲，他开车真的很屌、啊。我跟你讲，我车是完全静止状态，他自己开过来撞。给一万公司嘛，要给一半。干有过狠呢、欸。我跟你讲。老板是不是？然后他们是这种新来的局长，可以投诉啊！你跟局长投诉，他会管。不是啊，靠腰，我是罪犯，我走。开门。不是，我跟你讲，那投诉，干啊，我会被抓呢，靠背啊，我就是开车那个。大哥黄，你去搬运一下伤害。我跟你讲，最重点是什么？你知道吗？他妈的，他们现在很会脏人，他们这群警察真是出身，很会脏人。他直接开车来撞你，说他妈冲撞警车。操你妈！有个畜生，他直接开着车把我车顶歪就算了，我要倒退，我要把头摆正，他也再撞一次，然后说我冲撞警车。干，我头好晕哦。看，那你，但是你是跟我姐犯法的，你只好自己啊。你们在忙是不是？他们太凶了。等下以后可能我们就没有那么有良心了。我刚礼尚往来啊，我们有没有准备让他们直接回医院呢？后来他们那太凶了，我们扛不住了，我们只好换。他比基化比小啊，可是你报纸也是合理的、啊。对啊，看有够凶残。你是不是想以为报纸中大、啊？没事。哎、会啊，你看那群人在破财啊，那群傻逼啊在破财。哎、欸，我五千块都要被快被领光了，我们要换点。去笑，等下去笑他们，你们在哪？他们在拔掉啊！他们在门口去笑他。阿妈很有钱，阿妈有两台车。妈的，我下不来。哎，我知道了。嗯？怎样？花仔，你等啊！阿贵，你卖地当？阿贵，你他这样赚的就阿贵公司啊？进去停车。对啊。花仔，你被拔掉了。哦。知道了。哎，流氓已经赚了一万块了呢，没有输过。干你们三个人打输一个人还？是怎样、欸？叫你过去啊！要叫你过去啊！别说了，林北没钱啦，还叫我过去啊？靠北！我现在饭都自己做啊，我水就喝矿泉水，然后什么小都自己来了，你们还要叫我去被人家白嫖啊？我跟你说，你动作要电子妓女哦、喔！我跟你说，你卖水的话会更贵，一天更贵。我是买水呢。太贵了、那个。啊，不知道买什么，买可口可乐哦。哎，你是买餐车最便宜，我跟你说。你说餐车哦？啊、对啊。不是都零零之类的吗？说车牌的尾数。餐车哦。餐车啊，餐车有开吗？你拿一下，双啊。来呀、啊，哦，好、啊，我来。干我还是输呢。哎、欸，那你们先把你们钱拿起来。OK， 谢谢啊。大
大伟是单码。嗯，知道是。给我一千。妈借我过。你居然没拿一千块钱。哎、欸，你。靠腰哦，你一人一三老板呢，靠腰。那你们真的是钱太多哎、欸，可欢迎捐我啊。他已经算了。你懂就好了，对啊，他这样讲完你就知道了。我们学他笑声，哈哈哈哈哈哈，是这样吗？这样好靠北啊，哈哈哈哈哈哈。看到了，哎呦呦，一点了哎、欸。你过来，过来，又是双，又是双。怎么回啊？干嘛？你们要逆转胜了是不是？呜呼，声音好听，谁啊？谁声音好听啊？哎，警察，你有没有树啊？你帮我找医生来。等，要我帮你先背进去吗？我先被背进去了。你、欸、怎么了？哎、欸，他被人家袭击了啦！赶快帮他！警官，还是你看到、啊？哎、欸，我在旁边。那个啊，女医师就晕了、啊。什么？他看到女医师吗？哎、欸，好像是。他一拳就晕了。哎、欸，对啊。刚才原本有辆车撞了我，我去看医生，他是……哎、欸，结果，走。呜呼，声音好听，那个湖水绿。哪个湖水力啊？旁边你死定了。这个吗？这个吗？是这个吗？而且他讲话。哎，你们赌完再来医院找我啊！我先坐这里面啊！我先思考一下，我等下干嘛？你要把妹是不是？把杀小妹。他妈他在急诊啊，什么把？他妈该倒几个警察？你自己想一下。你知道我说谁吗？我没有说谁啊。不是啊，啊女医师都进去了、啊，女医师都进去了、啊。多少？单哪睡啊？大爽赚，妈的！那你一个人赚我们三个人的钱。2000块。他的 Twitch ID 哇，所以你是在爆雷吗？落雨，我应该 ban 你吗？你不行啊，你不能乱。哦，你说他的 Twitch 哦，干，我以为你说 Twitter，Twitch 哦 ，ID 叫呜呼，沙小啦，啊，你跟我讲那个冲啊小，看他 是只开到十点。哎，现在单位够吗？没不够。先不要压住，有啊，你还在压住我。就是，你在给我的指示。你在押送我。这是谁啊？没有啊。去，我养了一天，超多人打电话给我，你阿贵又打给我。熟了，熟到不能再熟了。哦。没问题。干。哎呦啊！警官怎么也被上铐啦、啊？哇，四间警。没有你再去拿一台。干，杨景豪被女警铐起来，是警局在玩 cosplay 啊？真的假的？那我要进去拍一下。他们在门口啊！哇操，好酷哦！你再去接一台。上来啊，丑八怪！哇操，警官怎么被铐上车啦？我们在演习啊，大哥。哦。他们在演习啦、啊，我想说在打情骂俏嘞。抓后座，抓后座。我之前帮他跟那个女生告白，就是那个。你说这个长得很像韩英姬那一个、啊？对，长头发一点。哦。走呢？警官有遇害河呢。他没有理你嘞。没有啊，反正我有喊，我心有到就好了。最后一集。
好、啊啊，我们要回来回归骰子啊！五万了，你们是钱太多、哦，骰子是不是？骰子啊，骰子，他、啊、一个人多少？我没有，三千啊、三千啊没有，三千，你们加油，你们加油。OK， 那是也是单身吗？不是，骰子的话就是报纸比数字大，OK 吧？我假婚看恁表现啊！赌两个，对，赌两个骰子，然后两个骰子加起来的数字，然后我们直接比大 ，OK 吧？嗯，好。OK， 干，来喽！一个一个来，还是全部？剧组应该罚三千。准备起来，记得自己的数字吧。有好鸡巴帮忙看、啊。那个什么，那个钱放地上吗？还是？钱放地上吧。放我这边也可以啦。两个骰子是不是？对，两个骰子，两个骰子。我只带5000块哦，干闹赛！哇，这是怎样？在过年哦，哇，每个都3000，3000，只有一个能赢呢。没有啊，不一定啊。你说平手啊？10万块，我有可能会输啊。哎呀，如果庄家一二的话，庄家一二的话，他一赔4呢。哦，是现在是他们打庄家就对了啦。他们打庄家。哦，我想说是最赢的全拿呢。没有。哦，他放了钱。来，没有。比大，比大，没有，我领的没有呢。他吃我2000块呢。靠腰，那就代表你他妈身上可能有跟他先借2000呢、啊。怎么可能？你再领一看啊，你再领看看呐、啊。看时间呢。搞死啦，无趁钱就无趁钱，那边讲你也无钱，鸡掰。妈的！啊、要不要赌一下林阳？啊，赌我现在手上这根烟呐、啊，好不好？好、哦，那算了。好、哦，那算了，那就算了吧。3000块你没有吗？我只有烟可以赔你而已。我刚刚听到有2万呢、啊，2万拿出来赌嘛。什么2万？谁跟我讲说他有2万？我他妈还要改车，我没钱。好 ，OK。OK， 比大哦，3、2、1，开。来。哎呦！你只有一个，以那个泡泡鱼哥。那个豹子啊！这个你拿，这个你直接拿大伟的。泡泡鱼哥老塞。抢到。一直输呢。看你没有那个运气，就不要赌了啦。你们借他过一下，借他过一下。我输6000了。我输九。我输6000了。你6000不给我会不会比较好吗？啊、给我投资报酬率比较高。我也快点，给不了没。你再离开再回来，你离开再回来。哎呦，没有他们。我先。你们离远一点，你们离远一点。哇，我们终于一回合了，但我还是输啊，我没钱了。看，没有，我没输。要玩快！好，你也要给你吗？哦，收工收工。好、哦，收工了吗？不继续吗？不继续吗？赢了就不继续吗？刚刚才说最后一局呢。阿妈，不然2万一局啊？怎么样？阿妈超有。哦，这人在笑，我对袂着哦，我看也嘛痛苦。啊。我觉得等一下他们会搞地盘，我觉得他们要。我跟你讲一件事，我不来困啊，我不来困便宜啊，晚安各位。带你回去啊，我要回去。阿伯你在，你阿伯你把我载到，帮我叫大伟载啊，载我去公园那个停车场，我直接去睡啊。今天该做的都要。都有做啊，哦，今天每日做那个料理都失败啊，然后每日工作做了啊，赚的很少，然后我好想，我想一下啊，对啊，哪些不要上车啊，带回去，哦，我今天终于有抽到烟了，我就好几个礼拜没抽到烟了，啊，好啦，我睡啦，等我一下，我跟管理员一起睡了啊，晚安。看看这个碗，它有大有圆。好了，关了，累死了。